因为 ET 个股推介是创科669，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拣选原因是港股依家进入估值重塑期，走势预料相对反复。投资者除了等候回调吸纳强势股之外，亦都可以留意有机会接力炒上的兜底股，包括创科。我顺眼就话啦，创科旗舰品牌销售强劲，可以推动今明两年的盈利增长7.7%同埋17.5%嘅，给予目标价138蚊。策略上啦，啊，创科股价自去年6月开始就呈现原底整固啦，十月就低见72.7嘅，咁近日成功突破咗前浪顶105蚊啦，可以喺100蚊嘅水平买入啦，中长线上望去年3月份高位大约135蚊嘅。